好，看一下我们冷焊机融化焊丝，钨针一定要放在焊丝的正前方，在融化的时候不会塌边咬边。好，看一下，整体也比较美观，触摸也是不烫的。这是把钉子焊到板上，焊点的话都是银白色的，免抛光处理。看一下背面，背面没有漆鼓，不上色。冷焊机的焊点排布，只要把钨针尖放在最后一个焊点的最下方就行，不要走得太密，这样稀疏起来焊点会更好看。看一下排布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是一个不锈钢工件，点焊。焊点白亮，后期啊也免处理。像这种没有焊柱的话，说明钨针距离母胎太远，把它压得稍微近一点，这样就能形成焊点。看一下，这就焊完后的效果。冷焊机焊接镀锌的，在焊接的过程中不会有飞溅，板材不会变形。旁边的灰灰呢，用这个抹布一擦就掉。冷焊机受热集中，不会烧伤漆面，边上的黑灰啊都可以擦得掉，用抹布稍微一碰都是白亮的。这种大缝隙的不加焊丝也能直接焊。焊点都是白亮的，不烫手。镀锌管内角焊接，看一下，这是连续焊。焊完以后焊道比较平整，不鼓包。